全球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大爱一线观》。这个博物馆呢，让人家可以跟科学的一个距离啊缩短。不要大家想到科学、数学，哇，就非常这个紧张的那样的一个情绪会产生出来。用很简单的一个影像也好、图像也好，或者是互动的那样的一个游戏也好，让大家可以了解我们人体的结构，或者是科学的数字背后所代表的一些意义啊等等，会让尤其是小朋友们，他一开始踏入这样的一个环境中，感受得到那个非常有趣的一个情形之后，不会从小就看到那个这些物理化学，就是心情啊非常沮丧的那个状况。比如说我们看，这是台中科博馆，他画他用出来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互动的一个场景里面，你看看，他就告诉我们说，我们人体中含有的一个水分，他又用这样的一个位置啊来去呈现。所以你一看，先不用讲说实际数字是哪里，你一看就知道这个占的比例很高啊。所以我们要喝水，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啊！你不喝水，这个流失的一个结果，对身体的一个运转，当然会产生出问题出来。我们60%左右的水啊，这是在我们体重的60%就是水。好，那这个水60%左右的水，我们到底分布在哪里？我们如果说细胞内、细胞间，细胞间的意思就是细胞跟细胞之间的意思，细胞内或者在血管内。这个到底比例是多少？请大家看一下这样的一个数字。我们在血管内只有5%，我们的水分里面这个60%的水分里面只有5%是在血管里面，然后最多的是在细胞内40%，细胞间15%左右。所以表示怎么让这个细胞每一个都能有适当的一个水分的一个供应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啊。所以这不是说只是血流这个问题而已，影响是全面性、全身的一个影响。所以多喝一些水，这绝对对身体的一个健康有很好的一个帮忙。所以水是大生命啊，水也是我们生命中这个绝对要去用心去思考的一件事情啊。画作里面啊有这样的一个水渍啊，好像它到底这是什么样的一个痕迹啊，在这样的一个位置啊，我们再把这样的一个局部再给它放大，这不是整个画作是这样子，这是画作中的局部去呈现这个情形啊。这整体的情形是我们刚刚是把这个上面这个地方啊稍微放大给大家看，它最主要呈现是这个，这也不是全部，这是一部分而已啊。再把整个稍微给大家看一下，就是这样子。到底这个呈现的是这一位画家安迪沃荷他的自画像，他的自画像又经过这样的好像局部再给他这个用这样的一个水啊给他拓印啊，或者是说颜色再加进去啊，套色啊等等的一个过程中，去呈现他好像他的心理状态也好，或者他丰富的一个色彩度，呈现出他那种不可羁绊的一个灵魂的那样的一个深度也好，因为他本来就有点特异独行啊，所以他用这些东西啊，似乎平常你不太会去用到的一个东西，但是加进去以后，这个人似乎个性啊就比较凸显一点。这是他39岁的时候，1960几年的一个画作，39岁的时候，你还是有他的一个特异性在那个地方。当然不止他自己用这样的方式去实验，因为他又有名气，他又懂得去广告，所以他再把当代的一些名人呢，政治人物也好，或者是电影明星也好，再给他一样，再加上一些元素进去啊，颜色再加多一点，似乎啊，就有他的一个广告的一个价值在，市场的一个价值在，所以得到很多的一个收入方面的一个这方面的一个证明，说确实是一个有效的一个行销方法。然后他也是有名的，就是他把简单的一个东西啊，把它组合化弄在一起，让它具体呈现出这个时代，譬如说超商的时代、罐头的时代，然后再聚集在一起的一个集体的一个时代，
所呈现出来的那个六零年代的特殊的一个氛围啊。不过这个也是 有它的大家认同的一个地方啊。不过也有人不以为然的、啊，每次几个罐头合在一起就是艺术品啊，这人见人智啊，大家有不同的想法。这是他58岁、59岁左右的，这个也一样是自画像，是这样子。也是觉得已年龄已经快要60了，还是这样子啊，桀骜不驯啊，也是一样的，这个不可一世啊，这样是好还是不好、啊？当然是不是很好啊。这是他的自画像，假如别的画家画他，同样是他，安迪沃荷，你说这是可能是安迪沃荷是这样子、啊？这位画家是爱丽丝奈尔画他的。这个形象大家可以看得到。那为什么这个除了脸上的一个表情啊，跟刚刚不可一世、啊、差别很大，身上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疤痕累累啊，很恐怖的一个状况。为什么这样子啊？这个受伤的一个范围蛮大，他因为当60年代末期的时候受到枪伤啊。有很多的粉丝啊，那时候也有粉丝啊，也有疯狂粉丝啊。造成这样恐怖的一个结果，所以表示任何事情，我们不要只看到一些表面，好像你这个粉丝集团、粉丝团里面人数节节上升是非常开心的事情啊，背后到底是不是一个真诚的两边的一个互动，还需要思考，所以造成这样的恐怖的那样的一个腹部的一个受伤啊，所以他这个底下这个地方所呈现的就是我们现在开完肚子的一个手术啊，需要的时候也会给病人用上的一个束缚带，让这个局部啊不会因为咳嗽或者动的一个关系啊，我们移动的一个关系啊，造成这个局部的一个伤口啊很疼痛的状况。不过现在我们要看到这么大的一个伤口的机会啊，相对小的很多啊，因为肚子的手术，不管是胃、胆囊、肝脏，很多都是从腹腔镜手术就可以解决，但是并不代表所有的问题都是靠腹腔镜手术就可以解决。譬如说像这样的一个病人，一个40几岁的一个男性病人，他在3年前因为胃癌的关系啊，已经做过胃的切除，胃的切除，当时的一个症状也就是胃不舒服啊，然后有一点这个局部的一个疼痛的一个状况的时候，做进一步检查发现是胃癌，所以给他做这个切除的一个动作。可是3年后，这还是有点不舒服的状况下，胃镜在检查的时候可以看到。这个吻合处底下的地方，胃跟肠子吻合处的那个位置啊，又出现了一个肿瘤，在这样的一个位置啊，所以又等于一个肿瘤局部的一个复发。那这个局部的一个复发，事实上不只是临床上它这个症状，它的一个指数啊，这个癌这个肿瘤的指数也有比较高的一个状况的时候，临床医师当然更小心谨慎了，要去看看这个附近啊到底有些什么样的问题。这是胃的。这个位置，所以可以看到这个肿瘤所在的一个情形。那这个肿瘤所在的一个位置跟邻近的一个器官组织，我们也要多所了解。因为开刀不是进去说好，我知道在这里，我就把这个地方切掉就好。你如果牵涉到附近的一个组织，那我们怎么切？范围要切多大？这都是事先需要好好的去思考。所以这个刚刚可以看得到，它跟局部的大肠那个地方已经是连得蛮近的。然后这个是跟我们旁边的脾脏这个地方啊也连得蛮近的一个状况，所以这个脾脏这个地方也连得蛮近，所以局部的那个情形在大肠那个地方，它也因为局部的一个侵犯，使得大肠的一个通道狭窄得非常厉害，所以这几个合在一起简直是很难很难想象，我们怎么去临床的医师怎么去处理。意思就是说这个胃癌的一个情形，它已经侵犯到这边的大肠，也牵绊到后面的脾脏，也牵绊到后面的胰脏的一个部分的，那要把这些地方啊整个给它做一个好的一个清除的一个动作。现代的医疗确实还是进步很多，先身体的状况稳定以后，再给它做这个大范围面积的这样的一个切除啊，切除以后当然营养的状况，术前的营养的状况都必须要仔细的来去做评估啊，然后因为这个已经是相对是转移出去的一个癌症啊，所以对于已经看得到的这个转移的情形，整个给它切除；但是看不到的，再透过这个温热的化学疗法，直接灌注在腹腔里面，再进一步固守这样的一个结果。所以开完刀以后，持续的追踪非常重要。感谢收看。